后池，这才七道天内，便已伤成这样。看来北海上君年少有为，也要折损在这青龙台上了。后池，你当真愿意陪着他去死？田后卿放心，纵是后池今日命运在此，也心甘情愿。哼，不自量力！ 可青木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的玩物。他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，而且我也愿意陪着他同生共死。锦昭公主，多谢你对青木的厚爱，但在青木心里，只爱后池一人。公主的心意，青木接受不了。待青木还完龙丹之后，也请公主。 前尘被解开，心中将为你坦白。